招牌动作是哪一个？Apachito 吗？哎，你好厉害啊！好，招牌，招牌。哎，哎呦，招牌啊！其他都确定吗？你要招牌了吗？我要去跟老板讲了。Apachito 招牌动作，蔡依林2004年。好。你衣服穿什么？都什么风格？为什么觉得你的一切那么眼熟？那口红的颜色，走路的动作，忙了几个钟头，就你当个神仙跟什么？有来了，哦来了，第二段，第二段。哟哟哟嘿嘿，做事要原则，做人要独特。哇，好听的好土啊！什么拥有我的星星突然出现？哎呦，而且有15颗 ！Oh my god！ 需要上一句吗？请坐下。好，不需要。有上一句也没用，对吧？好，你需要，你现在只能用3选1了。好，3选1。3选1，请看。怎么样？你要选择 C 是吧？做人要独特，但旧的路线怎么可能会跑在前头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做要原则，做人要独特。哎哎 ，Bibo， 哎 Bibo 都来，你又哎又 Bibo， 那到底要选哪一个啊？别逼他嘛。那你要不然就是哎 Bibo， 哎呦，要学习。对啊。每一个。C， 好了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需不需要修改？不。所以你的答案是 C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C。耶！过关了就继续下一关。爱的诗篇，电影明星，歌手电影明星，爱的诗篇，还有一个搞不清楚的问不停，讨厌啊！电影明星，电影明星，陈慧琳、梁咏琪、梁咏琪、谭小鬼、郑秀文、孙健，简单啊，简单，有熟的吗？没有呢。那你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啊？初见啊，当感情出了界。那前面呢？那也是副歌。不啦，不是啦。你慢慢的体会，体会，慢慢的体会，最后就会出现。你请你回你的座位。我有押韵啊！不要逃！对不起，你们到底是要帮忙还是干嘛？在帮忙讲。哎，没声，没声。好，现在梁文音。你到底要学哪一种？体会。你把场子搞乱了。体会啊，前面一定要小心。陈慧琳1997年的《体会》。忘记能够忘开一夜，别再出现有你的话。心的气味，然而世事总相违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没错，乱了心扉，乱了时间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不曾埋怨。多少心碎，多少罪，请注意，是泪或是笑颜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哇哦，应该是会不会厉害，以后不要玩我们好不好？对啊，后面吵成一团乱七八糟，每个人都会唱，他会从头到尾都会唱。对啊，调戏我们呢？对啊，那我们在这里出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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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出局，出局，出局，好了。
你从这边出去。对，不是我其实看我们都忍不住想骂脏话了。阿妈，不要抱人呗！阿爸，你不要抱人，不要骂脏话。那是以色列是吧？以色列脏话啊，对不起。好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十二个字，请说。完了，公益啊！哎，我就说你不熟嘛。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，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，请看，没有问题，盯着我看很恐怖呢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你本来连 A 段都想不起来，为什么音乐一出来你想起来了？还是音乐出来你突然感觉熟悉了？嗯，我不会认歌名，我认旋律。哦，所以那个前奏一出来，你就慢慢想起旋律来了。嗯，听音辨位，很厉害。剩下两个，哇，爱的诗篇还是问不停？问不停。问白云青山，问陈淑桦，对，我就记得有一首问嘛，我答问情，蔡幸娟，问陈淑桦，只会这个。陈淑桦，1992年，问，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？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雨，总是等。就会对你真，可是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她愿意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好顺哦！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前面又出现坑坑巴巴的现象，一看到星星精神就来了，请说。如果女人，她愿意奉献一生为她所爱，她愿意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她愿意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对，请看。对，没有问题。我相信也没有人能够暗示你。所以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没办法，没有人可以帮他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败在这种题目没什么可惜，认了。现场也没人知道有多可惜，真的。因为谁知道答案？有吗？没有，我也这样。有人想拿奖金吗？我们看一下正确解答。是第二段，好像第二段。好了，各位，梁文音第八关没有过，第七关的奖金折半，3万元。